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原野上怪异的生物水 ，Extra 超级的关卡。这关卡稍微看了一下它的攻略来讲，主要问题是关卡回合数太少，只有六回合而已。然后再来是王石的话会自爆，会造成一万的伤害，所以在打王的时候血量要超过一万，那就是他 GG 的时候了。比较注意到的是这几个问题啊。你打一下七千多，那机器地也不容易，因为我每一只的攻击力都很暴力啊。能够争取回合数就尽量争取，攻击力在掌控上就是至少留到 CD 的时候再把敌人 KO 就好了。但这个要四期才能造成伤害以上，就是大于等于四的话才会造成伤害。而这一只伤害9000多，哎，还蛮痛的。我们抓一下力道，不要太大力。哇，没办法，自动了还有赚到一回合。这时候我选择绿珠，三四一下就 OK 了。除珠的话，我都习惯用这个方式，之前有跟大家示范过。哎呀，四息没办法，天降我就没办法控制啊。回来两只四到五，现在先力道不要太大，稍微抓一下力道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全体攻击天，他是故意的吗？有时候力道太大并不是一件好事。连吸地你都没机会除了，这个是。除到有两波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可以把 BOSS 送回家了，两波应该没有问题。好吧，轻轻打打看。还有一滴赚到。你看一下就到了第五回合了，这个防御比两 CD 集起来的话，应该是还是可以挡 BOSS 的一万伤害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，这个大家可以试着用看。哇，这个血大力一点没关系好了，因为有两只啊，主要是因为有两只的关系，会不会太大力啊？觉得好像有点大力，不会，刚好而已。CD 的掌控上是比较难而已的，其他的还好。这时候我要利用这只，但我没说过，我想要出 CD 的，两回合而已。我先选择绿珠好了，因为我不晓得会不会把王 KO 掉了。
照理来讲应该是不会啦，不过天降掉下来难说。四千多，我还有一万多，还 OK。我还有两回合来讲，这一回合要绿布。好，再爆发一次。属性相克应该比较好杀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哇，好复杂。我们不能轻敌哦，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妙。好吧，试试看。打不死欸，跟蟑螂一样。其实五百一击他会死掉的。刚好这蛇女回合数帮我击到了，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一只小蛇这样。这样我就可以放两次技能了，所以应该这样打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如果回合数真的有些时候，哇，刚好切不开，算了。一定要这么刚好吗 ？Last 啊！关卡难度还好啦，只是 CD 集起来比较难。以上这个打法、给大家参考看看。蛇女乌龟减伤，因为我们没有机会试那个减伤，没有减伤到，理论上应该是还是可以减伤到啊。这个搭配我是觉得还 OK， 前面 CD 级的刀后打王都不是问题，所以集 CD 才是最大的问题啊。以上这个打法给大家参考看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